让开那个，加一个，我们三个就直接推上来就好。啊，这三个是麦克风。麦克风，对对。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很特别哈，啊，特别的就是邀请咱台湾上界尊敬的总统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日的节目。我是总统蔡英文，直接甲大家问好。啊，你无听唔到，我真正是蔡英文。真正是蔡英文。今日是非常难得有这个机会来到咱的电台来做主持人，来陪大家，是一个很欢喜的代志。长照的 3.0 就是要甲咱即马做的机构照顾做啊，搁较好，做较。搁较落实，搁较地方。搁较地方，搁较社区化。搁较接地气。受到西南风的影响，金门加马祖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，也是微雨。啊，西半部咱的沿海地区呢，包括啊咱的北澳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，其他地区拢是多云到晴。啊，午后东半部咱的地区有加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啦，哈。啊，明仔在台湾北部加东南部，包括咱的兰屿加绿岛，哈，以及我的故乡恒春半岛沿海地区，较有做即个强阵风啦，哈。啊，今仔日跟明仔在咱的金门跟马祖有较侪的雾，也是低云啦，影响咱的能见度，哈。来，请大家注意。你平常时啊，拢听啥物歌？我听工会较侪啦，因为工会有新的歌啦。哦，新的。我感觉过来。我搁捉着物件要讲。你爱较接来遮吼，啊，第二只接袂接啦。我这是第一摆主持台语的节目，真的。还搁有播气象的。啊，对。啊，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一个经验啦，吼。啊，我足欢喜的，因为我感觉讲我台语讲嘛 OK 啊，吼。未歹啦，还佫未歹。啊，不过。安尼讲吼，我感觉较轻松，吼，对啊，啊嘛，啊讲较清楚，吼，所以我嘛希望讲，咱过来约一个，好啊好啊，我下一摆过来，好，啊我要讲的代志还佫足多呢，哦，因为我做足多代志的啊，真正我也是啊，因为你讲咱南部无，敢若南部做一个现场的，好啊，互你较紧张一下，好，我下一摆会紧张会紧张，啊，好啊。啊，时间到啊啦！啊，咱这时段问好一下，佮关心一下就好。好，咱的听众朋友，今日我足欢喜，会使有这个机会来佮大家开讲吼。啊嘛，希望讲你听了，感觉讲有帮助，啊嘛，感觉讲咱这个政府有在做代志啦吼。啊嘛，希望讲我将来还佮有机会来倒来佮大家来开讲。好，谢谢。咱欢迎总统再佮倒倒来，好，好，谢谢。